子要过来，把裤子要过来，快点，把裤子要过来，把裤子要过来，看你怎么要过来啊！沐浴乳和香香皂，今天用哪个好？毛巾、羽毛、小丫丫，水温刚刚。拿过来，看。准备吃饭了，水没有煮好啊，快点快点。哎呦，不要急，慢慢来啊。尤里再谢谢妈妈啊，谢谢妈妈给你们做了这么多菜。莎拉说不要。沐浴乳和香香皂，今天用哪个好？毛巾、羽毛、小丫丫，水温刚刚好。